阿们。奉主耶稣圣名，会前你诗，我们一起来翻开赞美诗九十首。赞美诗九十首，第一节。有心遇见苦难，如同大波浪。有心要走山，但是不要绝望。我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你能将美丽的安慰我保护。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有时挂念世事，如同吊重担；有时背着十架解的苦难堪。若说主的恩典已化作废弃，亦能叫你迷失安乐心地吗？我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有时遇到失败，生活陷贫穷，但要深信主的应许不落空。主所赐的恩典必够你使用，先将胜过生一切方便逆风。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有时遭遇危险，无论是大小，不要轻看自靠着主他能受，在他恩慈之下，他必能保护。一路引导我们平安见天父，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再翻开赞美诗第九十一首，九十一首。一节，我昨夜曾纪念你的爱，耶稣不能遮掌过于高深。你不知永不绝，你不改，耶稣，你爱真充满在我心，你爱更加是在那山，耶稣，如今你能够那把手，你现在你发下为能尽，耶稣，甘心受皮带。不真说，我的爱都奉献你脚前，耶稣，与你比万有没有你，你有缘有情没有尽善，耶稣，我喜欢喜出你怀里。二节，你的爱如烟细气微香，耶稣。让我蒙恩人来报偿，多亏你在世家带希望，耶稣甘愿手中出国
路上，这是我出世望途之年。耶稣，你写洗去我白衣裳，我在想到会是寻回我。耶稣，你爱在我身永不缺，我的爱都奉献。羡慕你的家，耶稣，在天为圣徒预备好黄金甲，比喻成了乌鸦。耶稣，不再有痛苦与烦恼，我的爱都奉献你自己。耶稣，不是所有福是永远不变的，耶稣，将来必是我的荣耀。我的爱都奉献你家前，耶稣，与你比万有能力，你永远有几美有几善，耶稣，我是欢喜出你怀里。再翻开赞美诗152首，一节，我这生活那样走。阿们，奉主耶稣圣名，晚上的聚会唱诗228首。
永不变故。你有人心到底人心机，主所有在遵循，这美丽的人是有承载罪名是有，这美丽的人是有有有所重复，主名我若听了不信，虽是无意我生，令我真理努力前进，有福在真心的人，这迷恋的人是有承载罪名是有，人的人是有有有所重复，尊名的人必经深处，无罪孽有错爱苦，那里永远圣洁荣耀，生命是跪下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奉主耶稣圣名啊，我们今天啊继续来查考但以理书啊，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的第二章啊，我们从三十六节来看到四十五节啊，三十六到四十五节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三十六节一起读哈啊，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三十七节，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
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捣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吹，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将来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阿们。关于这一段巴比伦的预言是非常简单，但是也是难解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上对于但以理这一段的解释有很多种版本，但是小弟是看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从神的宏观角度来看，不是用欧洲人的角度，欧洲人解圣经跟我们不一样，德国人解圣经跟我们不一样，法国人解圣经也跟我们不一样，他解这边的时候都是乱扯，美国人更糟糕，日本人更糟糕，不必看。但以理、启示录这两本书，如果不是圣灵的带领，你解不开的，他们都是乱扯的，不要太信。我讲这个给你们听，圣经就是这样。好，我们先看三十六节。那么三十六节这里讲，他在赞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巴比伦国就是金头那个大象，我们都知道前面有读过了。一个人的大象，这代表从巴比伦以后的人类的历史，世界局势的历史，而不是看一个小地方的历史，不要弄错了，是世界宏观的角度看。这些国家都是称霸世界的国家，不是一种小地方的国家。你看世界不用台湾人的角度在看，那你台湾人的角度看永远是台湾含极，知道吗？地球是圆的，那你只看到一个含极，伏摩沙，是吧？对不对？对啊，含极太小了，所以格局要大一点。好，我们再看这里讲到这个巴比伦国，当时的巴比伦国，他说他掌管一切的国家，当时就是犹大、以东、摩亚、亚门、推罗、西顿，这些都被他管了，因为他攻到埃及去了，全部都给他管了，所以这个是这个巴比伦王。那么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那么他在位一共是42年，非常的荣耀。他从这个公元前的604年到公元前的539年，这个是整个巴比伦的历史，从尼布甲尼撒开始算，到公元前539年，就是伯沙撒王那一个晚上国家灭亡。
那是10月12号啊，那个晚上灭亡。所以这个是整个圣经讲的啊这个事情。那么关于这一方面的预言很多哈，我今天也没有时间讲那么多哈。那简单讲啊，这个就是一个巴比伦帝国啊，巴比伦的罪恶在以赛亚书啊、哈巴谷书都有写啊，那个讲他们的罪恶。那神为什么兴起这个罪恶的人来呢？因为要刑罚当时的世界啊，当时的犹太国啊，当时的埃及很淫乱。很糟糕，就兴起一个更恶的国家，啊，来刑罚他，啊，这个就是神的作为，啊，简单讲就这样，啊，所以这个尼布加尼撒王是圣经里面很明显的预言要出现的国，在他还没有出现之前，以赛亚都讲了，啊，所以这个圣经写得很清楚，还有古列王也是一样，啊，他是灭了，啊，这个巴比伦的古列王，啊，以赛亚书都有写。那么接下来呢？那39节，这里讲淫凶第二个，啊，这个淫凶就是马代波斯，啊，就是波斯帝国，啊，那么这个波斯帝国啊，非常的啊强盛啊，我们一波斯就是现在的伊朗，啊，我们讲啊，伊朗人，现在就是伊朗哈，啊，所以现在伊朗是一个跟中国啊非常关系很密切的国家，哦，啊。那么这个伊朗国啦，我们如果读历史的话，也是可以去体会它了。那个这个波斯国呢，啊，简单讲，如果从历史上它有很长的时间的历史，那 最重要的时候，啊，是在，啊，它波斯国它是以前，啊，把亚述国打败，啊，然后后来又把巴比伦打败，这个是很，我们讲一个久一点的，就是，尼尼微城，哦，啊，尼尼微城那个是波斯的，哦，波斯帝国的，哦，所以我们看到啊，后来这个情况啊，都一直延续下来。啊，这个波斯王啊，就是最重要就是古列王，哦，那么古列王的古列这个意思就是太阳的意思，宝座啊，那以赛亚书啊都有预言它的存在哈。那么波斯帝国后来啊，他那个巴比伦灭亡以后啊，犹太人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啊，啊，这跟古列王有关系哈，啊，还有大利乌王哈，就是他们的王啊，亚达薛西王等等啊，都给他们去重建圣殿，所以这个是跟圣经有很重要的啊关系的哈，啊，这个简单讲就是到这样哈，啊，后来这个。圣经里面的波斯帝国，啊，就是被这个亚历山大，啊，波斯过来就是，啊，一直到亚历山大出现的时候，啊，就被灭亡了，啊，所以这个是整个历史相当长，啊，我们如果要讲这个历史，啊，时间也不够，啊，所以如果你讲简单的讲古列王历史，公元前640年到600年，他做了很多年的40年的国王，那么到波斯最后一个王是公元前330年，啊，被啊这个就是亚历山大，啊，把他灭了，啊，所以这个是大利乌三世啊，电影常常在看的那一个哈，啊，这个那么这个就是第二，啊，波斯帝国，啊，再过来就是第三铜妖希腊帝国。那么希腊帝国啊，就是，简单讲哈，就是在希腊帝国，它有分个很长的时间哈，它有分这个马其顿啊，后来又分马其顿啊，后来又分好几个南方、北方哈，这个希腊帝国。那么这个希腊帝国啊，这亚历山大来啊，打败了这个波斯啊，占领了当时10年的时间哈。统一了当时的世界，啊，所以这个是历史上，啊，非常出名的，啊，但是很多人认为是，啊，这个亚历山大自己很厉害，事实上不是，啊，这个亚历山大就是属于希腊帝国，啊，那么希腊帝国刚开始是从马其顿出现的，啊，所以马其顿并吞了希腊，然后后来成为希腊帝国，啊，现在希腊跟马其顿是两个国家，
知道吗？希腊跟马其顿现在是两个国家。以前马其顿有跟台湾建交，无一两年就揪起啊，安尼知道吗？因为他们看这个哈，这个 OK， 看这个哈，没有了就走了啊。这个马其顿就是这样哦，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历史哦。那么这个希腊帝国啊，它也是相当长哦。跟圣经的历史也有关系，那个要看到但以理十一章里面就可以了解哈。所以这个到最后啊，这个希腊帝国被罗马人把它灭了。如果要讲这个历史一直要讲到什么时候呢？就是公元前190年那么被罗马来征服了。征服，所以就一直讲到公元前148年，就真的那个马其顿就变成一个省而已。希腊帝到什么时候？希腊到什么时候才真正被罗马人灭亡？就是到公元前这个27年，公元前27年就变成改成亚该亚省。所以这个我们看那个历史相当的长久。那么那个时候你看耶稣之前来的是降生的时候已经是罗马帝国公元30年左右了，所以这中间有一个不一样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一下。所以这个铜妖希腊帝国简单讲，当然中间还有很多的历史，那个在11章以后再讲。那么再过来这个最重要就是罗马帝国，就是第四个国，它是铁腿的时代。那他这里讲说他会压制列国我们看这个罗马帝国从罗马出现以后一直长大他像一个人一样所以如果从整个历史来说，公元前753年他们罗马本来是一个共和体制的一个小国家，就是现在的罗马，意大利的罗马。那么到这个罗马帝国分三个时期的第一个时期是西罗马476年灭亡这个是我们要记住。那东罗马帝国呢拜占庭帝国是1453年灭亡。那是不是罗马就这样灭亡呢？还有一个罗马帝国叫做神圣罗马帝国。那么神圣罗马帝国是1806年才灭亡的所以这个是罗马就像一个腰下去一个大的脚两只脚，所以东西罗马帝国。所以读圣经要这样读不是只有看到西罗马而已，不是这样东西中间还有一个西边476年灭亡以后还有一个神圣罗马帝国，公元800年的时候建立，然后又到1806年，所以整个罗马帝国灭亡要到1806年，这个才是标准的。那你想想看它是从公元前753年立国到神圣罗马帝国没有1806年，你就加起来就多少年？2000几年对吧？不简单哈。那么罗马帝国分裂以后我们这两只脚就是东西罗马帝国。现在呢它就叫脚趾头时代，就脚掌叫做10个脚趾头嘛，所以叫列王，又叫十个王的时代。所以我们就这样可以了解原来是这样。那么我们想历史列王争霸世界，列王争霸世界是从罗马帝国出来的。如果从欧洲的列强我们到14几年的时候跟15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欧洲最强的是什么国家？刚开始葡萄牙，没听过吧？西班牙，两只牙知道吧？一个咬台湾的北部，一个咬台湾的南部后来西班牙被葡萄牙赶走那个葡萄牙可能比较酸一点，比较厉害就走了。所以我们那个三貂顶那个就是西班牙的首都的名称嘛圣地亚哥把它改成三貂顶。那么葡萄牙你看它占领了台南
一直到大肚就是台中这边都算，后来站到淡水后来郑成功来了，他就让给他他们说我没有投降，我让给你就这样所以台湾的政权让是从葡萄牙西班牙来，但是之前是有那个我们的所谓的这个琉球国，琉球国很大，历史很悠久，不是只有那个我们现在冲绳岛那个是被日本人强迫国王让位给他，不到100多年而已。这个琉球人不是日本人，不要弄错了。琉球人跟台湾人很密切，台湾人原来的台湾人就是琉球人，安尼讲较紧啦，这样你听懂了？所以以前的台湾跟琉球是一个国家的很大，一直到菲律宾，一直到大洋洲都算只是因为分散后来力量不够就被人家占去了。所以这个所以你要讲台湾国，真正的台湾国就是琉球国以前台湾的琉球的国都不是在现在这个琉球那是到这个晋朝以后，因为那边离中国近所以就交通各方面方便以前的琉球国国都是在台湾后来沉下去了到海底就是在我们宜兰这边，宜兰宜兰就是以前琉球国的国都，到头城那边沉到那里面还有海港，那个考古都有，海底下有那个石头做的到宫古岛那边都有，那个都沉下去到海底里面去，那个是古琉球国以前他们叫做什么母什么母国那个就他们这称呼的名称不叫琉球，就这样这个是我们台湾历史。那么这个来讲到这个这个罗马帝国就这样分出来，所以你看1806年以后这个列强就真正的分出来了。所以1806年你看什么国家出现了，英国、法国、德国欧洲这些国家全部占领了全世界你看我们从1806年就是乾隆的时间一直慢慢的到道光嘉庆、道光就鸦片战争嘛英国人来了八国联军1900年左右就八国联军就列强侵略中国，是这样中国那一直弱嘛中国弱到什么时候，弱到这个月才强起来，你知道吗？这个月你听好，美国人不是去天津跟老共谈判老共教训他以前人家来求到你们死现在教训他们了，因为美国衰弱了，所以列强衰弱列强到现在衰弱，因为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个列强时代所以1806年开始算，那列强在位的时代会兴起一个神的国，那就是我们真教会所以这个是等一下我再解释那么在这里列强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各国的这种变化，但是有一些人在这个41节这里讲铁跟泥不能相合以前基督教都把铁跟泥代表民族与共产有集权，这样对不对？圣经不是这样写的，那是美国的基督教谁从美国这样讲，但圣经不是这样讲圣经没有讲民主也没有讲集权没有，这些国家哪一个不是集权？巴比伦有没有集权？亚历山大、希腊、波斯、罗马哪一个不是集权？有没有把你咬碎？你看那个罗马帝国整个欧洲都是他的吃掉，对不对？一直到北非都吃掉，你看中东都被他吃掉，只是没有吃到中国，是这样都吃掉了。到最后你看从罗马帝国分出来的国家是什么国家？现在的欧洲美国是不是从罗马帝国分出来的？是不是？是，因为美国是从英国分出来的，所以都美国的制度就是现在古时候罗马帝国的制度。
军事、法律这样，哦，所以他们都是阿爸的，都要吃人家的。你不要有想得美，哦，所以没什么道德啊，哦，不一样。你不要用中国人的想法去看美国了，不一样。他就像圣经里面，啊，他不叫罗马帝国，实际上他就是罗马帝国的延续。啊，按理说苏联是不是罗马帝国延续？是啊，啊，他以前就沙俄嘛，俄罗斯，哦，啊，罗斯，但是他不是被罗马帝国管，但是他用了罗马帝国，比如说那个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从哪里来的？德国，哦，马克思他们是德国的犹太人，所以很多东西是从欧洲过来的，哦，这个世界上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 要把历史，啊，把它厘清，那就懂了，哦，这个掺杂就是指人种，哦，所以靠列强的时候，你看一个时间一些国家起来，你看以前葡萄牙、西班牙，啊，这两只牙被英国把它弄坏掉了，啊，牙齿不见了，哦，对吧？那英国到什么时候弱了？二次大战之后衰弱了，美国取代了，啊，那法国呢也是二次大战之后衰弱了，啊，德国呢二次大战很强，啊，因为希特勒的关系内战，啊，欧洲内战，啊，所以德国就弱了，啊，但是现在德国又起来了，啊，所以但是现在是美国的天下，但是美国天下现在开始走下坡了，所以这个月我们看到它已经走下坡，啊，美元的霸权这些都开始走下坡，它的国家的因为它的制造业都在世界各地里面，没有空空的，什么东西都外国制造给他，他享受很快乐，但是呢因为你没有制造业，等到自己需要的时候你买不到东西，所以美国人现在也很可怜，因为那个通货膨胀，再贵他也要买，因为他家没有，但是可怜之人必有什么，下一句话不要讲了，免得被人家讲说我怎样，大家知道就好了，所以不要太享受人家的劳苦，你不要太享受，还是要自立自强，自耕自己，这个耕个田，自己有东西吃，不要光说外面买东西，自己也要自立自强，这个是 最重要的，所以这个就是神的应许，也是罗马帝国的延伸，所以这个列强啊，从1806年以后就一直出来，这个是我们一直到，这个延续到什么时候？到主耶稣再临，所以这个世界，半强半弱，美国的强一阵子很弱，欧洲强一阵子很弱，是吧？你看美国最强是从二次大战到现在，有没有几年？有没有100年？没有，没有100年。英国从18几年以后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比较强一点，200多年。法国他们都是半强半弱，所以这个美国现在好像第一强，但是很快又要开始衰弱了，所以这个时间不到60年，从二次大战到现在给你算70年吧，我们民国34年一直到现在70年左右，不到100年，所以他又开始走下坡了，所以很多事神的旨意就是这样，这里讲到说各种人掺杂，这个世界因为已经地球村了，所以各种人掺杂，各种人掺杂就是民族会移来移去，大家会这个外劳啦、内劳啦，我们现在叫台劳，知道吗？台劳不容易耶，以前没有台劳，是外劳，现在是有台劳，韩劳，没有日劳，有美劳没有，是吧？但是呢现在开始也有美劳了，所以以后知道美劳要做劳作，以后他也要各国去做事情了，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当老板不可能永远的了，所以当员工也不可能永远的，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这个世界的局势就是这样，但是这个跟福音有关系，所以各种人掺杂，所以我们信徒啊，这跟福音有关系，因为各种人掺杂福音才会传，你看那个圣经不是有讲到吗，埃提阿伯的太监他到了哪里来？
他到所罗门那边去朝见，哎，后来他得到了神的道理，对。还有主耶稣的时代啊，使徒时代啊，十五个国家的地方的人来到耶路撒冷祷告得圣灵，出去回去啊，福音就这样出去了。那也是各种人来到耶路撒冷，所以福音是各种人会来到台湾，然后福音也真的这样出去。所以台湾人也会到各国，中国人也会到各国。所以福音依圣经来说，我们现在要讲最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就是列王在位的时候，我们看四十四节说，天上的国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不归别国的人，却要灭绝那一切国。这一个国这个必永存啊，天上的神就是独一的真神，永远不会败坏，就是不会被拆毁。现在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不会被灭亡？有啊，你看阿富汗被美国灭了，现在二十年撤退，它又变成一个新的政权又要出现了。伊拉克最近又要撤退了，以前也是海山被灭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国家会兴起会灭亡啊，以前日本很强，把台湾都占了，后来撤退，对，都会变化。所以世上没有永远的国家，也没有永远的政党，所以不要把信仰放在这些政党、这些国家，没有用。我们的国在天上，天上的国才是我们今天最需要的国度。那么再过来，别国，这个别国是什么意思？不归别国，这个别国原来的是百姓、万民。所以我们真教会是谁的国度？是神的国度，不属地上任何。因为别国是从犹太人的解释不归别国了，就是也不属犹太人，也不属这神的国度出现因为犹太人是认为自己是选民嘛，那有将来也会有这个天上来的选民属于天上的国度，但是他不知道是耶稣这个耶稣的国度在什么时候出现？列王在位，那我们就知道想到教会的事情。天主教是从耶稣的时代出现的耶稣是不是罗马帝国时代？是吧？耶稣是公元三十年嘛，那是罗马帝国的时代奥古斯都之后这几个前面 那几个国家那几个国王的时代到所罗这个保罗的时候，公元差不多六十几年提比流的时代所以都是罗马帝国的时代。但是这里讲列王在位要兴起一个神的国，列王在位已经是罗马帝国没有了，以后要兴起神的国。那神的国定义是什么？圣灵降临就是神的国。那神的国出现在哪里我们必须了解在东方。所以以赛亚书二十四章，神要从众海岛歌颂选民歌颂，荣耀归给义人，义人是耶稣那众海岛在哪里？东方。以色列的东边，我问你有没有海岛？以赛亚讲预言二十四章的时候，以赛亚在耶路撒冷东边约旦河沙烏地阿拉伯有没有海岛？没有，一直到印度，印度才有几个海岛，斯里兰卡、波斯湾，没有，没有什么岛必须一直到东方，到哪里？马六甲、印尼这边过来，才叫东方的诸岛。印尼一万多个岛，台湾三十几个岛中国大陆从北到南都是岛你看日本岛是吧？都是岛所以这个整个岛链下来好几万的岛，东方诸岛要荣耀神，就表示说这个教会要在东方出现东方中国所以真教会为什么1917年在中国出现？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是这个张巴拿巴还有魏保罗他们这几个到上海去听一些道理，那个是使徒信心会使徒信心会他们当初是从美国有一部分人得圣灵，那时候那个圣灵不是很纯来到中国以后他们也求圣灵等等到这个1910年的时候这个张巴拿巴在他的家
就立了真耶稣教会这个旗帜。啊，后来他就跟魏保罗在一起合起来，啊，那魏保罗去向政府登记，不是登真耶稣教会，他向北京，因为他是住在北京，魏保罗就是主北京现在天安门那个人民大会堂，啊，中间后来是被拆掉了嘛，那个人民大会堂一部分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教堂，拆掉，还有很多拆掉，后来盖。盖人民大会堂，啊，人民大会堂他花了很多钱，啊，大陆人民盖了多久时间盖好？10个月，设计施工开始做10个月，啊，就做好了，啊，那 效率很快，啊，是吧，啊，那你要了解这个，啊，那么后来到那时候的真耶稣教会叫做耶稣教会，所以魏保罗登记的是耶稣教会，啊，历史上就是这样啊。到1919年的时候，因为山东跟南京这些，跟北京这些合起来了，就称为万国公正教真耶稣教会，是这样来的。哦，那真教会跟着向政府登记，所以我们一直讲1917年，事实上1917年是写耶稣教会，它不是写真耶稣教会，只是我们都写真耶稣教1917年成立，那是因为准你去聚会啊，因为那时候是。北洋军阀的时代，就是段祺瑞的政府的时代，给你准了，就这样嘛，反正你要传福音去传他也无所谓，是这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那个文件现在都没有了嘛，没有副本，连不见了。那一直到民国15年，上海国民党控制了上海，那我们是向上海的国民党那个秘书处啊，去申请登记，因为那个时候宗教都他们管，要给他们核准，所以民国15年啊，国民政府才核准真耶稣教会的成立。这个是民国15年啊，那个有副本啊，真耶稣教会30周年的刊里面就有写啊，所以真教会正式被政府批准，地上的政府批准是这个时候，民国15年啊，所以你要用1917年哈。讲起来是不太对，啊，如果有挂牌，那是1910年的事，啊，你听好不好，啊，那个历史就是这样，这个，但是这个不重要，为什么？重要是内容，不是哪一个人。所以当初有很多的前辈，啊，一个人找一点道理，啊，神感动，啊，组合起来现在的五大教义是这样来的，哦，所以不是哪一个人才是真的头，哦，啊，像那魏保罗46岁就死了。啊，张巴拉比较慢嘛，后来到这个新加坡去传福音嘛，马来西亚传福音哈，这中间还有很多历史，但是这个都是过程，过程不重要，真理留下来最重要。所以我们信真教会，不是信哪一个人哦，这一点我们讲，列王在位的时候兴起的国度，就是符合圣经的，就是我们真教会。那当初的真教会，你如果除圣经，使徒时代的真教会，罗马帝国那个时候的真教会。保罗讲嘛，《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1节，天父真神耶稣基督里的教会，就这么长，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简称真耶稣教会嘛，真代表真神嘛，耶稣教会，这样讲就可以了，啊，或者你说圣经根据在哪里，就只有这样，预言就是但以理书2章44节，基督教，你看1517年马丁路德改教，基督教才出现。但是他们都是西方属罗马帝国的时间点里面的。但以理书2章44节是罗马帝国完蛋以后的，啊，是1806年以后的事。所以一般基督教不能符合但以理书2章神的国度。哦，按那你得听看如何吧，哦，对吧？这样你还会被基督教拉去吗？不会了，因为你明白了。基督教解到这里解不开，他们神的国，我信耶稣就神的国啊，天主教说我也是神的国，我从彼得啊这样一直传下来啊，一代一代没有错，但到时候神的灵离开了嘛，所以神的国是以圣灵降临为准，真理耶稣的真理符合使徒先知的教训跟预言，我们一直讲教训，事实上还有预言的应验，所以启示录啊，你们讲啊。预言中的灵异是为耶稣做见证的，为谁？耶稣的教会。
马太福音24:14-15，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那耶稣那个讲天国的福音，不是讲使徒时代那个时候，是讲现在啊，要迎接主耶稣再临末期嘛。那末期一定要在主耶稣来之前啊，必须兴起神的国度嘛。所以耶稣讲天国福音，是以使徒时代的福音讲到将来，现在真教会天国的福音。所以天国福音，神的灵降临，医病赶鬼，这就是天国的福音。所以我们不福音不能一直讲啊，社会上的那一套什么哲理啦，什么那个是参考而已，不要弄错了。如果没有真理，没有神迹奇事去印证，你这个真理就有问题了。啊，神迹奇事是出于神的，不是哪一个人了。所以真教会里面不必崇拜我们的前辈，什么魏保罗啊，什么那都我们尊敬，但不必崇拜哦，因为他跟我们都一样啊。哦，安尼你听好无？安尼怎样？不知道啊、哦，那不知道就算了哈、哦。你若要过去看人啊、哦，你看人你也作失望哎，因为每一个前辈他都有他的缺点，每一个圣工人员都有他的缺点，所以尊重但不必崇拜，安尼听好。公安的话简单啦、啊，但是我会得罪人、啊、因为我讲这个话、啊、有的人不喜欢听、啊、但圣经就是这样、啊、所以但以理书讲的但以理，是但以理懂吗？不是，是神给他懂，他照本宣科传出去，他不敢加，不敢减、啊、你看到12章的时候就了解了，懂多少神给我讲到，我就讲出去啊，至于人家懂不懂，他不管。反正我该讲了，我就讲出去，就这样。啊，到的时候，神就会兴起人去解释这个圣经，而且符合圣经的解释，不能乱解释哈。啊，所以说这一点，我们就啊，我们但是我们一般还是讲说啊，1917年是这样哈，啊，这个概略了就可以了哈，不必太在乎哈。所以这个主耶稣神的国度哈，我们真教会的出现哈，跟古时候一样哈，所以我们以这个时代来看，我们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这个历史的时间点，我这样讲起来我们就应该了解。那我们真教会福音以后还要传回以色列，就是因为罗马书11章保罗讲的橄榄，好橄榄跟坏橄榄要合起来，所以将来以色列人还是要信主，这是保罗讲的。所以福音要回传回以色列，所以现在自从1945年之后以色列立国了，这是为了将来福音要传过去做一个预备、啊、所以以西结书、以赛亚书里面都有讲以色列要复国。那复国是什么？那耶稣就有讲了，因为那个使徒行传1章、啊、门徒问你复兴以色列国是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先没有跟他讲，只讲圣灵降临，从、啊、这里到哪里，到列到地级。那复兴以色列国耶稣没有告诉他，证明什么？使徒时代的教会要先出现。那后来要不要出现？要，因为以西结书有讲，那个以赛亚、耶利米书全部都有讲复国的事。所以二次大战之后以色列复国，就现在的以色列国，这是将来为福音预备，所以将来福音一定会传回以色列，这是迟早、啊、现在的以色列人来信主的，我所知道嘛，松山教会黄威礼弟兄他们这一家、哦、他跟我们组内的姐妹结婚嘛、啊、生了两个孩子，现在他们在法国、哦、他还不是在住在以色列的以色列人，不是，他是犹太人、哎、但将来会越来越多、啊、一般以色列这些犹太人、哦、他们守安息日嘛，守得比我们更严谨、啊、他们读旧约，新约不读，所以以后你碰到犹太人，你要跟他讲新约，你们的国家都会复活、啊、然后又讲到耶稣，又讲到旧约的预言，要讲但以理书2章要告诉他，他才会懂、啊、开启他的心窍、啊、所以神有一天会开、啊、所以这个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神、啊啊、最后我们看看这个45节，这里很重要，说有一块石头打碎大象，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从山而出，这个不是 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是什么？这个就是基督、
基督这个石头不是人凿出来的。来，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这样讲。我们看以赛亚书，这里有预言耶稣就是这个石头，而且跟亚伯拉罕有密切的关系。来，我们来看一段圣经，这里讲到一句话，我们看51章，以赛亚书的51章，51章，来，我们来看第一节到这个第二节。第一节，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言。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屑，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他，赐福于他，使他人数增多。这里讲被凿而出的磐石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哥林多书讲耶稣是灵磐石，属灵的磐石，就指这个意思。就预言就是在51章，亚伯拉罕子孙里面要兴起一位，所以这里被选召赐福。那么耶稣这个石头也是神要雕刻这个石头，我们看那个撒迦利亚书第3章，这个上一次有讲一些，再讲一次，因为这个是两个相关的不可以少的经节。这个撒迦利亚书3章第8节，8到9节，他说，大祭司耶稣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看了我在耶稣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7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个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这个7眼就是圣灵，神的眼目无所不在。那么这里讲的耶稣亚，那么耶稣亚是谁？当然当时他是利未支派的大祭司，亚伦的子孙。但到你看到希伯来书，你看到希伯来书的7章7、8、9，他这个祭司的职任更改，按着诗篇的预言，耶稣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大祭司。那个他不是利未支派了，不是亚伦的子孙，他是按照这里讲大卫的子孙，所以这个差别就在这里。所以那耶稣跟耶稣亚有没有不一样？字母是一样的，希伯来话叫耶稣亚，这个希伯来文，那你翻成希腊文就是我们现在的耶稣，以耶稣一样的字，所以希腊文耶稣就是耶稣亚。所以希伯来书第4章里面写的耶稣亚，你去看那个希腊文的字母以耶稣一样，新约就叫耶稣是一样的，都是耶稣一样的字母，这样听好吧？但是不同的人，是吧？一个是道成肉身的，一个是俗世的大祭司，耶稣亚。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耶稣亚，带领百姓进迦南地的耶稣亚。所以以色列人喜欢用耶稣亚。讲到这样，耶稣在世的时候，很多人都叫耶稣亚，很多人都叫玛利亚，是吧？这两个亚大家都很喜欢，耶稣亚、玛利亚。所以你以前耶稣在的时候，你说耶稣亚、玛利亚，哟，大家都给你哟，因为那种菜市的名，知道吧？这问题就出在说大卫的子孙，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他的约瑟跟玛利亚都是大卫的子孙，一个是所罗门王，一个是拿单，大卫的儿子这样下来。但是大卫的儿子降下来也不是只有这一个约瑟跟玛利亚，好几个，只是名字不一样，不叫约瑟，不叫玛利亚而已，所以大卫的子孙很多，但是符合圣经成为耶稣的当然只有一个，因为神迹奇事预言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耶稣说，凡指着我的话都要应验，路加福音24章，诗篇先知书上所指的我的话都必须应验。那当时很多叫耶稣亚的，但是他们有结婚，
有生孩子，但是他不能应验旧约里面所讲的事，这样讲吗？他没有被钉十字架，他不会行神迹啊，感觉吃饱就困啊，牧羊啊什么的，那嘛作者耶稣亚，所以你到中东看到很多坟墓上面有写耶稣亚、玛利亚生什么生什么，好几个这种坟墓很多啊，因为东西的名拢共款的，安尼知影无？所以说这有时候考古学啊，你如果不了解圣经的一些背景或者底细的时候，你就被那个考古骗去。哎，那个耶稣亚，耶稣有结婚哦？对呀、啊，那个是耶稣亚。哎，很多的耶稣亚不是这个耶稣，不一样啊！不要把那个的，人讲啊，德高道菜都哈啊啊，东斗西斗。哎，很多考古学家，很多圣经学者，有时候东抽西抽就乱扯哈。哎，这个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哈。以前呢，有一个圣经学者啊，网络上传的很多哦，某一个同工啊，傻傻的，他说哦，什么叫做新约旧约？他就说那个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流出宝血，那个宝血就不一样，那个宝血哦就像水银一样，哇，那个掉下来的时候，耶稣的血流出来，还有水跟血，哇，两种流出来，很像水银一样，泻地啊，会水银会转，从那个耶稣十字架上面转吼、哦，啊，转到那个吼、哦，因为那个是耶稣死掉是，啊、哦，骷髅山嘛哈、哦，那小钟那边下去那个水哦，水啊，耶稣的血啊，血跟水啊，转，哦，啊，转到那个圣殿下上面吼、哦，有一个约柜，哎，那个会流到那个约柜的上面啊，那就旧约新约合起来。哇，真的很会幻想，因为那个考古学家说，他们挖到在圣殿山里面挖到约柜，啊，拿那个血来化验，又不是牛羊，古时候旧约是用牛羊的血啊，又不像，哎，他说哎，应该是耶稣的血，青菜公公，约柜普通人可以不可以碰？我问你，你不是祭司，你考古学家，如果是真的约柜，给你看到可以看。碰会不会死？圣经有记载，你不是亚伦子孙圣洁的祭司是不能碰哦，乱碰位置碰不对都会死掉哦。有没有看到亚伦的不是一个儿子吗？哦，你考古学家哦，这个金光护体哦，安尼，拢未死，啊，佮挖到迄血倒来化验，那是什么？是约柜假的。就算你给你挖到也是假的，为什么？耶利米书第三章有写，耶柜不再制造是什么？因为当时制造很多的耶柜，都是拿到各个家族、非洲各地的，他们哈、哦、当做一个纪念品，放在家里摆设，供关系耶和华的子民，安、啊、尼知无？所以耶利米的时候就他们不要再制造了，为什么？巴比伦人攻打耶路撒冷之后，圣殿毁了，耶柜消失，到现在。找不到，就好像摩西被神埋起来了，找不到。啊，你好，你有没有看过摩西的骨头在哪里？摩西的坟墓在哪里？亚伦的坟墓找得到，摩西的有没有？没有。他如果有的话，变成朝圣的地方了，哎，很麻烦了、啊。他是在摩亚地嘛？啊，摩亚地什么地方不知道？哦，所以有时候人死了哈，没有坟墓最好。你找无，哎，拢免底下给你喂哈，安拢无代志哈，连墓碑也不要。我觉得都不必要，没有感谢主，耶稣死里复活了。我们现在去耶路撒冷去看那个什么坟墓里面那个洞，说那个是耶稣埋在这边的洞。我看那是自己挖一个要给观光的啦，敢真的吼？我看是假的，是很多的洞，但是不一定是那个洞了，因为耶稣那个时候是被罗马人哦，大祭司他们杀害的，被。等于他们看是一个叛逆的人，怎么可能把你的洞留得好好啊？立了，那使徒时代，啊、哦，能够被恢复，啊，罗马帝国被成为一个正常的宗教，那是到公元300多年，君士坦丁他的妈妈信主，啊，后来他当皇帝才开放基督教，那是公元300多年的事，哎，之前是没有开放的。哦，啊！你看，300几年啊，你过来看，这是我什么坟墓？你也知哦。
浪漫，知道吧？这样呢，想一想就知道。所以那个参观可以了啊，是有个洞了，但是不一定是那个洞了啊。有一个童工到里面去祷告，哎呀，感谢主啊，主耶稣你在这里死了，哎呀，复活啊！哇，好讲得好感动啊，感谢神啊，也不错啦。我也没进去过，但是进去我看到没有来比基顶教会好，是吧？哎、如果可以，就是要花钱的。耶稣进那个洞不要花钱，那个是财主约瑟的坟墓，没有人埋过，他自己要用的，然后给他用。啊，后来就不知道了啊，就这样。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注意。所以这个石头啊，基督这个石头要打碎。那从山是什么山？锡安山。哦，锡安山出来，哦，属灵的锡安山出来哈。我们要了解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一句话，有一个哈，来，我们来看撒迦利亚书第六章，六章，他这里讲，我举目观看，见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然后那个第四节说。天使回答说：“这是天的四风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啊，要走偏，啊，偏地啊。这个四只马就是按照圣经来说，这个跟启示录的四匹马是一样的，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的。有的是警告，有的是什么不同的面向啊，但都是神的使者。所以四只马就是神的，从哪里出来？铜的山。那铜山为什么是用铜的山？光明。”光明的意思，所以锡安山属灵的锡安山啊，那个希伯来书十二章啊，属灵的锡安山就是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的锡安山，不是以色列这个锡安山不一样啊。锡安山耶稣在里面，所以这个石头是从基督出来的石头，他要打碎一切，所以主耶稣要刑罚这个世界哦，审判这个世界。来，我们来看一段圣经，我们看。啊，启示录第三章，哦，他要打碎一切啊，这个意思。啊，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第三章，先看一下第三章。好，我们看二十一节，三章二十一节，我们来读一下。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同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有讲，得胜的圣徒要在空中与主同坐王，审判以色列，审判世界。那么，那这个世界要被打碎，什么意思呢？啊，我们来看啊，这个启示录第二章，啊，这跟我们教会有密切关系。二十六节，我们看二十六节啊，我们来读一下。到二十七，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制服列国，所以这里这个制服列国就是这个基督来审判制服列国，所以这个世界将来就是主耶稣再临完成了神的救恩。所以我们今天真教会啊，是按着神的预言来啊，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啊。这个在但以理书里面啊，神的国的出现还会有一些叙述，到第七章后面还有到第九章都有写哈。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哈啊，我们一起来唱诗啊，174首。做好。
荣耀给主耶稣，赞美主哈利路亚。真教会必然兴起，应有真理的根基，归荣耀给主耶稣，赞美主哈利路亚。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为我们教会的发展，按着神的旨意，它会越来越成长的。疫情对我们教会没有损害，反而是更好啊，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弟兄姐妹平常不聚会的，在家里都多多少少有在听，总比没有好。所以这个疫情视讯的这种教育啊，是神的恩典，比较普及到每个家了，所以我们也要为这个教会的发展祷告，神一定跟我们同在，因为我们是神的教会，不是属于哪一个国家的，也所以我们的观念一定要知道，不属别国，是属于神，不属哪个国家了。简单讲就这样。虽然从中国出来不属中国，虽然在台湾也不属台湾，虽然在美国不属美国，我们属耶稣的啊，这样讲就懂了哈。啊，所以神的国度一定会越来越兴旺的哈。好，我们现在一起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咱们再上来。Smarty, 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直到永远。负责人报告。哈利路亚。
哦，感谢神哦，很久没有看到底下有弟兄姐妹啊，哦，这两个多月以来啊，哦，都是啊，看到就是很清空的那个什么场面呢、啊？感谢神啊、哦，那我们的疫情呢、啊？有这个趋缓嘛，哈、哦，所以说我们的政府啊，才会把这个疫情降为二级，那我们就必须要按照二级的相关规定了，哈、哦。至于二级的相关规定，这边不再做说明了，因为大家都非常的清楚，也非常的关心以及关注啊、哦，有相关的规定。但是我们教会，我们就是按照啊、这个规定在走，哈、哦，我们也不要啊、这个。逾越了这个政府所颁布的这个所有的相关的事项、哦、我们必须要配合。那教会这边呢，也针对这个部分呢、啊，我们也做了一些周间安排的一些规划了哈、哦。那这边小弟再一次说明哈、哦，星期一成人诗班哈、哦，我们是恢复练诗哈。哦那星期二的团契的部分，我们现在目前还是暂停啊。星期三聚会是分区分流啊。星期四的访问我们是恢复啊。星期五聚会也是采分区分流，安息日的上下午也是采分区分流。那这个期间呢，是从7月27号到8月9号。那如果说当中我们的这个政府机关还有我们的总会这边有进一步的需要去调整的部分，我们教会也会适时的去做调整。再来宗教教育的部分，目前还是采线上的上课，因为我们必须要去负担我们复兴小区各间教会的这个宗教教育的课程。所以说我们这个还是一样，因为是分区分流嘛，我们还是有人数上面的这个考量，所以说我们还是以线上上课的部分。这个礼拜也是从今天28号开始就有实体的聚会，那感谢神我们也恢复了我们按照年度计划的这个圣经讲习。那明天开始到31号的下午就是一样就是我们的圣经讲习会，这次是主要是针对约翰福音了的部分来做这个专题。那希望大家能够回去先去阅读，我们看一下其实我们仔细去看，认真去看，其实这四福音当中确实那约翰福音里面呢，确实有很多在其他的像马太、马可、路加，很多在当中没有所记录到的耶稣的一些言行啊，还有他的一些对于教会、对于信徒以及属灵上面的造就以及建立啊，特别是在这个约翰福音啊，都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呈现的哈，也就是为什么四个福音书当中它是最慢的哈，最慢编辑的，所以说这个部分大家可以事先预读了哈。那明天哈的聚会一样是才分区分流哈，明天是29号是园林区哈，园林区，30号是仁和区，31号上午是园林区，31号下午是旗顶区。在这边要跟各位再做一个说明，为什么要分区分流？因为我们从大家的这个讨论当中，我们负责人你们所讨论的在这个讯息当中所讨论的，其实我们负责人在开会的时候也都有设想到，那只不过我们真的不知道如果说没有采预约登记的方式来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人数上面的控管。如果说我们不这样子做，当满了50名的人员进来的时候，那你是在51名，我就势必要把你请回家的时候，这个部分呢会比较不好了，会不好。所以说在
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我们才会先采这个预约登记的方式，不是说来教会啊就采预约登记，不是这样。信仰不是采预约登记的哈，请各位哈放心，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我们的心里面，哈，神的国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哈，神是无所不在，处处都在的，哈。所以说，教会有这样的一个措施，请大家哈弟兄姐妹，在观看直播的亲朋好友也能够体谅哈，因为这一阵子过去之后。那我们相信我们要透过我们的祷告向神祈求了变为一级也好，变为零级也好，就是完全像过去一样，大家都能够自由的，没有按照没有任何的限制的能够来到教会这边来这个这段时间大家都能够体谅都能够体谅，也能够去遵守。那至于说要如何去采线上预约登记，那我们的资讯股也很认真能够在我们的群组当中来指导大家了。如果说真的我们不晓得怎么样去预约登记的，那麻烦就是直接打电话给负责人，打一个小弟来预约，那我就会及时的把这个名单就透过我们的这个负责人的这个群组去做一个提交这个请大家能够充分的去体谅一下愿神能够祝福大家。那明天的这个圣经讲习也不要忘记了，除了能够来教会参加聚会的园林区之外，其他各区的也在家里面收看我们的直播聚会。那我们的聚会就到这边，愿神祝福大家，阿们。大家请起立，互道平安。